这是一岁的小弟弟，属实不简单。哇，还有事哦？谁发明学校了？怎么要发明学校？我不理解。笑得比我更猥琐。家常就是这样的，到时候又会改变。我这样爬也可以上到人呐、啊，会是我？谁了？比我还自恋呢？我是给你传染的啦，你是。哇，怪我。他没有撞到人，然后他的船飞走了，我人在那边。重点是不用紧哦，他带我去人堆里面的，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人就在天池，人就在天池。来，我玩到天池了，哦，精神，拜拜。天池里面，很好，很好，干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就想打逆风局，也不算逆风了，你看对面，我们34个，那就剩29个，一半人都是赢。好嘞，我进阶了，救命啊！这个小弟弟很多话讲。我关注了很多主播的。那我问一下啊，谁是里面你最喜欢的？当然是你啦，你叫哪场人才？如果我的玩意像这样像你这样强就好了。那可以了，只要你练了50年就可以了。50年估计我应该找女朋友啊。啊？什么找女朋友啊？我讲，你一定可以找到女朋友。什么？5年级很多女朋友？我讲，你找到很多女朋友，叫哪场人才？你还相信我吗？如果我找不相信。